相信自己的身体中带着潜在的能力，改变总将带来成长的惊喜，万丈光芒照耀一个崭新的天地。善恶就存在我们的身边，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，第一想到就要奋战到底，要在恶念大起之前拿出你最大的能力反击，最后的胜利属于勇敢的自己。炎龙下，形成炎上就是炎火的力量，无限就是或是炎龙铠甲，封印下，去吃去渗出巨木的力量，说是纸那是块，召唤魔师封印铠甲，黑气下，紫热炎上带发了狂笑的力量，召唤这些黑气铠甲，血傲下，它有能干能够至今的力量，还有地虎下，太阳召唤都是地虎铠甲，退缩，是永远守护出的量子，投下。